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，我是 Sylvia， 这里是 Nicole。 今天呢又是我们的英国探店系列，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吃一家披萨店，名字就是 Home Slice。 Home Slice看见不少 corner 哎，这已经很不错哎，你看，天哪，非常像那种度假的风情，不过整个脸好像都已经泛了橘光，不错。你总来说一下，不要让我说，我们再带大家来转一转。两个酒鬼啊，大家注意一下，开酒了，开酒了。小杯子还挺可爱的。你可以告诉大家这有多大只？我的四张脸吧。其实这家店之前我跟露露就有来过，但是因为我们这次回到 Shortage 又想要吃这家店。大家看，这是我的脸，我的手，这披萨大概有多大？这个是巨大的披萨，其实我有点想要辣椒酱，我去要一下辣椒酱，去吧。好 ，later。这已经开始吃了，大家注意啊，在我拿辣椒酱的功夫已经开吃了，撒一点辣椒酱，撒到盘子里了。先把披萨饼拿出来放在盘子上吃，加点辣椒酱。超喜欢它这个蘑菇披萨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芝士味真的超级的浓重。可是我们有一个败笔，应该不要那个葱，我不吃葱，太委屈了。而且它的蘑菇烤的也非常的香，已经接近于像是松露那样子的味道了。披萨上面呢，就还有一些像南瓜子、蘑菇、芝士，然后两个人来点一个话就够了。而且它价格也是不贵，一整张披萨就只要20磅，这个披萨估计是外面的正常披萨的2到3倍。然后如果是一个女生自己来吃的话，就可以单点一张这样子的一个小三角的 slice， 就只要4磅。有些人开始挖第二张了，大家注意。你总来说两句，太近了啊，太近。味道怎么样？没有做后面的好吃。你觉得这个芝士不好吃吗？你不觉得它芝士味很重吗？其实真的没有做后面的好吃。区别在哪？就是你那个好吃。哎，大家注意，这个人不能做美食博主，他好吃的点也说不出来，不好吃的点也说不出来。妈呀，全部都吃完了，迅速啊，两个人坐下来也没几分钟，全部都吃完了，怎么回事？吃完以后还觉得不错吗？我没有觉得它不错。大家看一下，真的很便宜哦，在这里买大多数都是 contactless， 只要手机一滴就好。好的，今天的探店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。今天带大家来的就是位于 Shortage 的 Home Slice。 那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记得关注、留言和点赞哦。我是 Sylvia，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